有港妈以黄金麻麻的网名在小红书分享四岁儿最近一次濒临死亡的经历，引起大批内地籍本网民的关注。上月十二月底，港妈协同四岁儿子在葵涌李村一个巴士站等车，站内栏杆一个网状挡板有损坏被拆走。当他拿八达通时，儿子从栏杆的隙瞬间堕地，堕地高度仅约一点一米。 港妈说，儿子跌倒后不哭不闹，头也没有明显的外伤，但一个半小时后却演变成以下可怕情况，几乎丧命。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那么近。港妈的帖文长近九百字，以“第一次感觉离死亡那么近，好怕失去你”为题，仔细交代当日由摔倒叫救护车，和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医的全过程。 并附有清楚时序。他表示，救护车当日下午三五时到场，四三时开车去医院，到达嘉烈医院急症室，儿子被分流为次紧急。下午五零五在堂等候时，吉里摔倒后约一小时三十分，等约一小时后看生，到六五时或安排上病房中发现，原来仅一米高的坠地外。 对四岁儿带来了致命后果，详见上列图集。至晚八点，照了 CT，转 ICU 深切治疗部，十四时进手术室，手术一直做了小时。部分网民凭港妈仔细交代的求医时序，热议医治是否有所延误，包括救护车为什么现场等约四十分钟。 此外，小童吐血，为什么在急诊室仍未及时获医治？五零五吐血，八点照 CT 转 ICU，这明明是紧急事故，为什么拖那么久？都吐血了，还不是紧急？部分内地网民表示，若同样小童吐血，在内地医院的急诊室会获优先处理。不过，涉事港妈回复留言时表示，救护车到场时。 子没有外伤，没有流血，问他什么都能答，可能看不那么严重。港妈又指，当日急症室内有太多病，她向医生求助时，医生已开了加急的绿色通道。她等叫名。有本港网民留言分享，女儿小时摔过四头，白车送马嘉烈医院，等待时她突然吐了，就上安排去见医生。 另有网民怀疑当时可能急症在太多，医生已按病情紧急程度尽速处理。星岛调记者就此向消防处及马家列医院查询，获已回复。警方发言人表示，上月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四十四分，接获一约三十岁姓余女子报案，指其四岁儿子从巴士站一个坏的栏杆跌下受伤。 该四岁童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加列医院接受治理。他送院时清醒，事件列为有意外受伤。消防处发言人表示，消防处消防通讯新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四十分接到一宗紧急救护召唤，称在葵涌石里一村石安楼巴士站对开有人跌。该处随即调派救护车前往现场。 救护人员于当下午三时五十分到达现场，并发现一名受伤男童，及时辅助医疗程序为伤者进行检查及治理。发言人：该名男童的父母当时亦有在场，为他们情绪较激动，因此救护人员主动安抚男童及其家属情救护车于下午四时十六分将伤者送院，并于下午四时三十六分打马加烈医院。 在送院途中，救护人员一直密切查伤者的身体状况。伤者于送院途中即到达医时情况稳定及一直保持清醒。马加列医院发言表示，为保障病人私隐，院方不会在未获病人见人授权下透露病人的详细临床情况。发言人指，据社交媒体提供的资料，以检视有关个案，院方病人住院期间。 有根据病人的临床情况做专业断，并因应其病情转变，为其安排和提供适切的疗方案。病人现实已康复出院。该港妈在帖文的新留言表示，儿子已在本月一月四日出院，恢复的很，只是右手右脚有点没力，已排期做物理治疗。星岛头条 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请立即更新，览更精彩内容。